这书包是你的吗？你看一下里面有没有少东西，有钱包或者什么东西吗？打开看，刚刚有人翻过你包了。是吗？是的。有吗？少东西了吗？啊？少了。少了什么？我昨天带了一笔现金。多少钱啊？6200。走，过来。就他。啊。跟着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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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走。喂，你好，我今天是高级1224，马上帮我挑战。我的车上有旅客的包，给人家翻过了。下个时间。刚刚有拿东西吗？什么？刚刚他说你翻到他东西。拿出来吧。没有，我拿包呢，拿我的包。那拿出来吧。拿的什么东西？信封扔了，把钱放里面了。好的，不好意思。没有不好意思。来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走。你干什么？来，你在干嘛啊你？你想干什么？来，别动。别让他动。他跑不掉了。哎。跑不掉了。住他。